摆在一垒 OK 了。黄宗义这个球轰到的是在左外野方向，东哥挥出了两分打点的全垒打，哇！41岁的男人 ，home run， 黄宗义，哇！职棒16年级生挥出了 home run， 两分炮哎，现在。新农牛队4-5了，只剩下1分的落后。哇，东哥不想要退休啊，姜是老的辣。守一垒应该没有问题了啊。而且少年爱检讨啊，这40几岁也够不无法度拍好不啦？知道。40岁的男人啊，不是只有剩一张嘴啊，包括能力也是很好的。黄宗义，我过得还蛮远的。不如一个老将，40岁的老将张，黄宗义，而且他过去10打数没有安打了，根本就很少再出赛。